程哦，其实是很方便，可是还是觉得有一点点不太方便的地方，就是你可能每一次都还要再自己在这边下一个条件，文字筛选还要包含，OK，然后你要跳出来自己再输入，所以有的时候哈，可能我们会希望怎么样，看能不能自动哦，自动完成这件事情，哦，也就是说呢，可以把什么呢，把最后的这个地方哦，变成有点类似像什么呢，VBA 哦，就是我们上学就是。一年级，你们一年级的时候讲过的部分哦，那也就是我今天如果希望哦，刚刚这个输入动作，我可以把它变成 VBA 的话，哎，类似像这样，我就不要再输入了，我直接什么按下这个按键的话呢，自动帮我把刚刚的结果做出来，有没有发现？这样就 OK 了。好，那如果我要把它复原的话呢，就按它这个一下按下，又恢复了。OK，啊，如果另外还有一个变化，就是说，甚至我可以怎么样，干脆直接哈。我想要查哪一本书，比如说里面有什么，有关什么呢？假设你要查什么，查哪一个什么关键字好了，假设哦，里面有些关键字，比如说你要查中国好了，这关键字太有点敏感，算了，换别的哈，情爱好了，OK，情爱有关书里面有讲到情爱这关键字的，到底有几本书哈？那你假设我的需求很简单，我要做个查询系统。这个查询系统就是说我资料，我图书馆里面哦，都已经有现成的资料，我只要把它捞过来之后的话，然后我输入一个这个筛选题名，OK，然后它就跳出，请输入关键字，然后比如说我把那个我想要找的书是跟情爱有关的，然后把情爱这两个字输入上去的话，OK，哎，然后按个确定哦，我希望留下来就是那几本书哦，然后那相关资料帮我列出来。哎，有吗？其实是有，哎，没有情爱相关书籍吗？看一下是不是，把它恢复一复原一下。我在想说有可能一种状况，什么状况？就是什么繁体跟简体的问题，因为这是简体字。哦，有没有？所以啊，如果筛选，我用贴的，我刚刚那个贴上，用情爱，有没有按确定？也有出来，哦，所以哦，所以如果在那个你那个书名上面啊，最好这边哦，可能要多做一件事，就是把里面的那个简体字哦，全部转成繁体，否则可能会查不到，哦，类似这样啊，最后再把它复原一下，OK，那你想说这个部分的程式会不会很不好写哦？那因为之前我们有学过 VB 啊，所以要跟各位讲一下，程式真的很简单，刚刚做的事情哦，这个只有一行程式。这个只有一行程式，这个是两行程式，哦，所以比想象中还简单。那怎么做？我想有应该很多同学应该学完之后应该忘了蛮多，所以我们再把那个怎么写这部分哦，所以待会哦我补充说明一下。如果我希望哦做出三个按钮，哦就是三个按钮，一个是提名，or 就是有 network 或啦或那个模式哦。然后一个复原，把它筛选复原，然后一个是直接就是关键字的筛选，总共这三个按钮该如何做？第一个的话呢，一样哦，待会请各位哦，还记得把开发轮打开吧？好，有没有？这个忘了吗？制定功能区开发轮就要打勾啊，如果你没打勾啦，预设是这样，没有那个开发轮，所以第一步哦，请各位把那个开发轮这个哦打勾一下，OK 哦。第二步的话呢，切到开发人员，然后再切到 Visual Basic，输入这三个 Sub 就可以了。那怎么做我先把这个删掉了。假设啊，你们应该原来是没有这东西的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待会一，请你开到这里应该没问题。二的话呢，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，OK。三的话呢，我要输入一个叫。筛选提名偶哈，所以你打一个什么？打一个 sub，一定要 sub 开头空一格，然后把这个按钮名称打上去，叫什么？叫筛选提名，哦 OK，提名 OK 哈，怎么都给我不对，筛选才对 OK 哈，然后后面加个偶哈，enter 一下，直接就 enter，把名称打上去。Enter，它就自动帮我加什么？加这个后括弧，前后括弧，然后加一个那个 and sub，
那再来我就打一个 tab 键，然后呢跟他讲说我要筛选，啊筛选特别做这一行，但是可能要稍微用理解的哦。首先第一个你要跟他讲说我筛选的范围在哪里，从 A2 一直到 Ctrl 向下，Ctrl 向下是 568， 哎 568 到 H 栏，所以我要筛选的范围哈、哦、应该是 A2 到 H568， 所以我就把这个范围跟他讲，那怎么跟他讲 ？VBA 里面会用到一个物件叫 range 呢哈、哦，跟他讲双引号哦，我的范围从 A12 冒号一直到 H 的 568 ，OK， 这个范围我要做什么呢？点一下，哦，我要做筛选，那筛选的话呢，其实清单里面就有了叫 Auto Filter， O U 好了，打一个 U， 有没有 Auto Filter 有没有出现？有了，就这个东西。 那 auto filter 其实就是等同于 Excel 里面的筛选了哈。OK， auto filter，auto filter 空一格之后的话呢，它会问你几个问题。哎，第一个问题哦，你要筛选的 field 是哪一栏？我要的筛选的是一二第二栏，所以输入二就可以了。好，逗点。第二个条件是criteria 一是说啊，你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？哎，条件是我要找什么？找 network， 所以哦。 特别注意哦 ，network 哦，你就输入双引号，然后这边打一个 network， 然后记得哦，如果你这样子的话，变成说你一定要找这一个储存格全部都叫 network 的，对，但不是嘛，所以变成说关键字的话，关键字记得哦，一定要加一个等号，前面加星号，然后在 network 后面再加一个星号，意思是说哦。 哎，我要找的资料哦，是前面不管是什么，后面不管是什么的，那你就帮我把它找出来，这个叫做关键字查询，好，你不能直接全部哦，然后逗点，哎，它会跳出说，哎，那你有没有第二个条件呢、啊？如果有的话，你是要 and 连级还是 and 交集还是 or 连级啊？那我们要是其中一个出现就 OK， 那就连级就 or 或 有没有 XL 或 逗点。 它会跳什么 ？criteria 2，哎，第二个条件给我一下哦。那第二条件哦，其实简单的方法是拿这个来改比较快。双引号到双引号复制一下，把它贴到这里来，然后把 network 改成什么？改成模式。OK， 这边的话来改一下模式。OK， 好，这样的话程式就写完了，执行看看 O 不 OK？ 好，确定一下啦，不要打错就 OK。 range 这个范围到这个范围，一定是一个文字。好、哦、，auto 点 auto filter 就是。 叫筛选第二栏找这个关键字，或者是这个关键字，好找到之后帮我秀出来，然后把它讲执行一下，有没有出来了？哦，如果等一下如果没打错的话，哦，那再来的话呢，哈，后面还有两个按钮，复原怎么写？其实复原非常简单，把这段程式哦复制贴过来，然后把它改什么？筛选叫复原 ，OK， 你就把它改成复原，有没有？然后只要做一件事情，把这个 auto filter 后面的东西怎么样 ？delete 掉就好了。好 ，OK， 哎，复原看看有没有复原，好，有没有？其实就后面不要条件，执行，哎，复原了，有没有？那最后的话呢，哈，你现在只有执行一次，啊，就只能做 network 跟模式。所以想说，那我可不可以自己打关键字，自己查询呢？啊，所以最后这个。 叫做筛选提名就不是偶哦，那怎么做？其实非常简单，请你拿上面这个复制贴过来改就可以了，把偶文拿掉，然后关键地方来了哦，我只要一个条件啊，所以哈、哦，或什么模式这个不要，那关键地方就是不要只放 network， 以后可以放一个什么条件，所以呢，我在这个地方哈、哦、上面多一个跳出一个对话方块。 前面先 x 等于，后面加一个那个东西叫 input box， 好 input 好 box， 刮胡，然后呢里面就给它一个叙述，就是请输入关键字，可以、OK， 这样，有没有？啊，将来跳出来哈、哦，它就会跳一个输入方块，然后呢上面会前面叙述，哎，请输入关键字。 丢给谁呢？丢给 X， 那 X 资料就是比如说我刚刚输入什么情爱啦或者什么关键字，将来就要把这个 network 取代。
那怎么取代掉？特别注意哦 ，x 怎么放在中间哦？这个方法跟以前你们学过那个放 i 是一样的。怎么做呢？双引号两个，移到中间 ，and 两个，再移到中间，加一个 x 就可以了。你们还有印象吗？都忘光了。好，明白。好啊，空白 ，and 前后加空白，这样子就大功告成。好，我们来试一下。如果我今天找关键字，先把它恢复一下，好，恢复，然后我找什么？找关键字好了，叫什么？那找什么？这里面都是简体字的，叫找一个一场，找正义好了，看有没有正义，好，好，这边的话输，我找那个关键字，有没有正义的？好，应该不是简体字吧？好，可以按确定。哎，找到了，就这一本，有没有？就马上帮我把这本书给调出来，啊，一场思辨之旅 DVD， 啊，这些商学院的，啊，如果恢复的话，你就把它展开来，这样就 OK， 应该没问题吧？好了，画面呢，还给各位好了。那特别重要，因为我知道应该有些同学也打不出程式来哦，我刚刚已经把那个程式啊，先帮各位贴到云端了，所以你可以参考一下，云端白板上面啊。云端上面的话会找到 204， 然后我刚刚的画面三个按钮，然后跟三段程式都在这里。好，啊，请各位自己按钮会做吧，按钮应该还记得吧，我们做完之后嘛，假如说这个三个按钮你要让它出现的话，很简单，你就是插入表单控制的按钮，然后把它拖拉一下，再输点这个哈，然后把这个名称复制一下，贴上去，有没有？一个就出来了啊，另外几个就可以用复制的，把它再贴两个，贴三个啊，再来按右键去修改，改的话就指定句集，这个叫复原啊，然后把那个名称复制，啊，再把它贴上去。不过它现在有点怪怪的，直接贴没关系，移开它好像变正常，有没有 ？OK， 哦，然后这边的话是筛选提名，然后一样嘛，把这个名称再把它贴上去，好，这样子就大功告成，有吗？有了，然后再输入啊，输入，比如说我是输入这个一好了啊，一场，啊，输入一看看，有了，还有一分钟，好 ，OK， 这边也有，这个是日文的，日文也里面也有一 ，OK 好，而且筛选复原，好，那这样的话很快啊，你会发现啊，这个方法蛮好用的，因为很快可以做出所谓的查询系统。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。那你说查询系统重不重要？非常重要啊，一堆资料，如果将来大数据啊，一大堆的资料，如果你要从头找到尾，哇，天哪，那找到什么时候？但是如果你可以很快的先把这个查询系统做出来的话，那其实你要找的资料马上就显现出来，你就把那些资料抠走就可以了。哦，那很多事情哦，现在就变简单了。什么地方可以做？其实甚至可以把很那个一些典籍资料啦，或者一些什么诗词曲啊相关资料，如果你要查，它里面有没有哪些关键字的话，很简单嘛，你就把那些资料啊全部都输入到 Excel， 或者是从网络上捞贴到 Excel。就可以很快的利用我刚刚讲的东西，马上可以做出一个查询系统。所以你那个毕业专题也可以用这个，因为你们之前有个学姐跑来问我说，老师我想要做一个查询系统嘛，那用什么东西来做最快？因为他找了很多种的程式语言，发现其实还是用这个 VBA 是最简单的。不然如果你假设你要用其他的工具来做的话，那真的可能要学非常非常多东西啊，甚至可能要学习所谓的资料库了哈。OK， 那其实Excel目前这个筛选功能呢，就等同是资料库里面的查询功能哦。那相对也比较简便哦。那试一下啊。OK， 那这个是额外补充的。OK， 所以请各位一样啊，把它存在里面就可以了。